后把这个试样，因为现在没有三边封的试样嘛，这个自封袋就相当于三边封的一个试样了哈。然后把它放在，把这个夹相当于一个三边封的一个试样放在这里，然后用气儿把它夹住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第三边。选择爆破模式，进入到试验界面，然后点击试验，试验完成，然后你就可以打印，想打印的话你就打印。